张明顺张校长来为我们勉励。来校长，会长，我刚才用了我的鞠躬啊，表示我对所有的贵宾表示最大最诚挚的敬意。在此里，在场的所有的学生、所有同学和所有的家长呢，表示最大的敬意。谢谢，谢谢大家的掌声。本来我今天来到这学校，我非常高兴。我就请问校长说，有没有让我讲话的机会？还有，我说几分钟呢？他说三分钟。你看三分钟够不够？够。够够，对对对，哪有聪明？后来呢，他说不然的话五分钟。我勉强答应了，五分钟就我讲五分钟了。结果我们的副会长啊，帮我讲解说讲十分钟好不好？你们同意吗？同意吗？同意。OK。第一个，我一个感想。刚才校长在颁发毕业证书说，对在座所有的毕业生啊，都非常的尊重。你们都会上台来领到毕业证书。我可以告诉各位，我是永安国小第七届的毕业生。毕业的时候有多少人？你们知道吗？你们猜猜看。两千啊。不看这了，七十一个娘娘啦。有吗？我小九十几年前我是第七届的，毕业生七十二。结果呢，颁发毕业证书，毕业生代表张明顺。你想想，其他坐在台底下都没有机会拿到校长的毕业证书的毕业纪念书，值得恭喜。你能做好毕业。你们都很了不起，很伟大。我亲上毕业，刚才我交给毕业证书，你还出来弄？因为我是毕业生代表，我的外面火料理班，我叫做张明顺。我来的时候，那你好不？嗯，无山东也惯了。对，我要告诉305位的毕业生啊，你今天叫我好起的，你交到好地方比较正式。我也高兴，叫他好点，不要珍惜你了。所以全班感到我有读大学，全班感到我考到省一中、大中一中。啊，全班咱西屯区感到我是国立的校长出身的了。哎，这是让校长竖外阿皮了。刚才我们值得尊敬的这些老师们啊，各位毕业生，您毕业十年了，二十年了。哎，您老师什么人啊？大伯都摇摇头，保证说20年以后我还算是我的老师的前几种。哦，望文如意不对哦，见老师有点注意看。我可以告诉各位，我第一代的学生是民国52年毕业的。结果呢，现在每一个学生，只要我叫过的名字都记住。哎，在座的各位，如果说有人称呼我张老师的，100%是我的学生。不对，你们要称呼我张校长。啊，现在社会上有两种称呼，一个是张老师，一个是张校长。张校长是表示我的生，张老师表示学生。我每一个学生，我都没有把他忘记。哎，永安国小。以前90%都是农家子弟，做生意呢，10%的人，少数的地主，哦，这地主基本上做好康的，拢产条啊，我可以，哎，如数家珍，大姐数到底，大姐数到底，我都清楚。所以从国小毕业的非常的了不起，可是有一个我没有教到，排家丽。最近新竹国小110周年校庆，他要回来。白嘉莉你都看不出来了，白嘉莉是很有名，问你爸爸妈妈就知道了。其实呢，我西屯国小第18届的导师，我有个学生很了不起，叫做雷义奇。你们有没有军人子弟、空军子弟啊？没有。是我们的空军总司令，
现在已经下来了。现在总统府的战略顾问的有几职的战略顾问，我在西竹国小很多学生都有成就。然后我在大雅初中，以前不叫国中，大雅初中，我教过一个学生，哎，我这操场好听不？我按照干的台好听，什么人你知无？喜欢打击乐的，哪有知道最有名的是什么人呢？不能知哦，朱宗庆打击乐的啊，知啊哈、哦？那是我的学生，我带他三年。现在每一次演奏会，最好的卫生就是我的，乐团会场尊敬老师。所以你们千万要记住，这些呀、啊，劳苦功高的老师啊，但冤枉都爱家己演戏哩。北部一关最值得尊敬是老师，对不对？大家起立，向这些老师们敬最敬礼，来起立，谢谢老师，来来来来，谢谢，来，谢谢。啊，我今天啊，不是校长的身份来讲话的，因为我很感谢，林天一已经，林理事长。林天一长非常关心我们学校，所以呢，我们在教坛当中，不说这个学校，我们从今年开始，每一年都要来颁发奖学金。我是退休以后无几时的永安公读总干事。你呢？有拜拜啊？五千分五波比，安和路的尽头就是永安公，你们可以向他们要一份免费的，我们今年也会送给大家的。就是说到庙里去烧香的拜拜的有那个农民地里面就有我写的文章，南里最贵好东西里面很多都是外来的，真正的原住民就是我，我在这里土生土长，所以我叫你原住民。我今天身体能够这么健康，我要跟各位老师讲，都是学生长大以后对于老师的照顾。我西安国中的学生吴坤景在花莲慈济医院，他是骨科专家，骨科的名医，所以我每一年去花莲看我的骨头，结果我现在健步如飞，就是学生照顾。我会听音乐会，就是因为朱宗庆的关系，因为我是以色列本地的，西安国中第一届的立花委员呢、啊，今天很遗憾他没有来，哎呦呦呦，玻璃干仔。不是他，我是蔡锦龙的导师，他常常讲啊，叫老师做汉，要不是我教他的话，一炸的就排晕了。我不是讲他的坏话啊，是真的。你看我们林先生生病了，就是张明春，我要求很严格，在座有很多、啊，你回去问你爸爸，新毕业的100%都认识。那你问校长是谁，你猜；问老师是谁，你猜。想拍卖会的观念上面，阿伯才张明春，我觉得这样值得了，因为学生呢能够永远来记住我，我也没有把学生都忘记。现在西竹国小18届、20届、22届的，他们毕业的同学会一定要找我，他把我当作一个精神的指标，因为我会告诉他们如何来好好的照顾你自己的身体。因为今天时间关系，好话都被前面都讲完了，我只有一句话要跟各位讲：但爱踏踏实地，脚踏实地，一步一脚印，安得就成功吗？听有无？听都懂吗？一步一脚印，要脚踏实地。我以前当像你们这样毕业的时候，我嘛唔知我疯疯癫癫，毕业时我是去贪图的。我点头，后来接着说这个农人太苦了，所以因为有一个校长，我永远感激他，林丁松校长，咱产生好，不然看到生意中，我讲讲啊，你成绩都未歹，我读国民校，你六年都毕业安尼，但我第七年无苗进去了，我第八届就是毕业生，所以因为这样让我的生活改变，然后我一步一脚印，我在学校里面只知道说认真的来指导这些学生。所以我西竹国小服役三年以后，我就跑出师范大学了。啊，师范大学以后呢，就很顺利的到大雅初中教到，艺术大学的校长。
然后呢，当地的张百春先生说：“啊，那当地人咱来等下希望共同好。我们西院都喜欢称为什么？希望共同，对不对？哎，国高中就没有什么错了。但西院国中问了公希望，我觉得西院国中非常的光彩。然后来一年之后就跑到启东学校去。以后如果你们有晚会的话，我们会线上的。月亮代表我心啊，是首领。”文明全世界有，你们相信吗？哎，郑志郎看到我说：“哦，郑校长，哎，我，因为我在启东学校服务17年半，后来的一生当中啊，一个校长能够创新的学校，而且能够来一起看排名了，创新了，真的是哇，创始人。启东学校我盖的，但就不是校长，林口体制是我盖的，现在台中特殊教育学校，以前人家是几百个。”布条丢鸡蛋的，但是我克服一切困难，现在盖的美容美发的一个学校，所以大家说是不是一步一脚印呢？对不对？哎，要脚踏实地。哎，我时间已经把你敲过了啊，讲太闲。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，教师研习的话，哎，征求校长的同意啊，我可以来跟师生呢来做一个共同的勉励。我要讲的话实在是一大堆了，哎，后会有期。因为我家就在附近，啊，我祝福大家，长城万里。哦，谢谢，谢谢大家的安可。千万要记住，不要把这个学校忘记，不要把前面这劳苦功高的老师忘记，好不好？还有，我祝我们这次的足球队呢，我尽最大的努力，来向社会各界来募款，我们要给你。要远征，到时候呢，大家都会共同来分享。在这里谢谢校长啊，能够给我十几分钟的时间呢、啊，还要感谢在座的给我这么热烈的掌声呢、啊，谢谢各位。